近数位经济蓬勃发展，现在有宽频业者宣布跟国际设备大厂台湾网通厂策略联盟，推出超高速的宽频服务。这项网络方案呢，是瞄准了企业商用的领域，提供超高速的宽频网络，让宽频体验全面大幅升级，强化硬实力。也预期接下来可能会先应用在医疗、制造业，还有娱乐场馆，同时也会结合大数据跟 AI 应用。